我上一期说的那个关于利用时间差来等红绿灯这个问题，不适用于白天以及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，只适合晚上车少的地方。白天的话，你想利用时间差，然后你跑得很慢，后面的小车可能还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装怪，然后跑那么慢。为什么要占中间的道？就会一个一个的超你的车，导致你排在最后面，然后可能下一个红灯你都过不去。还有就是，想讲一个细节，就是每次开车的时候，走在这种左转弯，有的车它就喜欢，它是左转弯车道，它是这个直行与左转弯并行的一个车道，它就不喜欢打转弯灯，然后就害别人停在它后面，然后它就等，它是左转的，它没有打转弯灯，然后别人以为它是直行的，然后就会在它后面等着，以至于直行的车走不了，然后就跑到这边这根道。然后实线变道就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会跟别的车发生一个擦挂什么的。所以说你是左转弯，你站到这种直行加左转弯并用的车道，最好是提前打左转弯灯，好给后面的车一个提示。养成提前打转弯灯的习惯，会保证你基本上不会发生追尾或者是擦挂的这种情况。有的车他就喜欢走到十字路口要转弯的地方，走到尽头了，然后他突然给你打个转弯灯，然后一下就变过去，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，打个转弯灯跟没打的效果一样。他打了一个转弯灯，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作用，证明我打了转弯灯。
这种三车道的路它设计的很不合理，只有中间这根车道是直行车道，然后左边的这根道是左转弯，右边这根道是右转弯。如果说我去走这个左转弯车道或者走右转弯车道，肯定会有人干我，说我不按规定车道行驶。大家看嘛，直行左转右转，如果说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话，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堵车。